晚上睡不着觉的，特别是有房有车有家的中年男人，你们睡觉前如果想，怎么刚交完暖气费又该交宽带费了，下月还得交房贷，下下月还得交保险，这些东西每个月扣的都特别准，比他们大姨妈还准。放寒假了，得给孩子报个班吧，什么学习的、体育的、才艺的，怎么说都得来一个吧。趁着放假，是不是得带着孩子出去转一圈？想着想着，你就更睡不着了，越想越紧张，心跳的噔噔的。就算睡着了，估计还得做噩梦。想要睡个好觉，睡前千万不要想这些不愉快的东西，想点让你放松的话题，让你心情愉悦的内容，这才能有个好睡眠。睡眠好了，身体才会好，第二天才有精力干活。我一般睡觉前会想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比如超级马里奥惊奇这个游戏玩得很开心，还想再玩一遍，使命召唤20打得挺爽，还有几关就要通关了。再想想我的4080显卡，还有新换的机箱电源，想想我的音箱、电视、手柄，还有我的 MP36，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不仅睡着了，还能做个美梦，在梦里你就是主角，一群美女都在追你。